陈明他在歌手2024上面唱歌，然后就是有被淘汰这样，那你有关心他？在我来看，他一直都是很努力的，不管说是演员、歌手，就是他对我来讲一直都是很努力。我觉得大家还是多看他非常努力的部分。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，其实也是希望自己的努力被看见。但好像看到互动变少。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我们自己私底下的事情也不需要跟大家多做报备，也不要拿在台面上说。对，我觉得你对就是说两岸关系的紧张。谢谢哦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我们就到这边喽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状况呢？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到这边了。关于，因为其实我们拍完戏之后也就没有，就是各自都在忙自己工作上面的事情，所以有关于他的事情，我觉得我真的不方便多说些什么。对，他在工作状态是非常的，我是非常努力的，而且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都对，很努力，然后。也都会很用心的接收对方的情绪，对，所以在工作的状态里面是觉得这个人是很好，对。会开玩笑或什么的吗？我的角色状态没办法跟他开玩笑，对啊，我们因为都是对对对，而且实际上我们在拍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只有对到两三场戏而已。对，其实并不是每天都一起工作的。